大家好，我是专门从怪兽凯变转学来的凯文，现在就跟凯文一起去认识一下怪兽朋友们吧。想要一起玩怪兽凯变的话呢，首先要选择一个怪兽出来，这屋当中我要选择一个最满意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里呢是怪兽球、咆哮大地跟怪兽战车妖虎怪。第二个是怪兽球毒蛇怪，还有第三个就是怪兽球雄鸡怪，还有怪兽球样妖怪，最后就是怪兽球兔妖怪，以及怪兽战车眼镜王蛇。哇哦，五个都很不错哦，不过还是先看看食物吧，我们快打开跟朋友们见面吧。耶，怪兽出现。哦，打开盒子之后呢，有两个怪兽战车，五个怪兽球，每个怪兽还有三张随机的卡片，我们一会来看看吧。那么现在呢，凯文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怪兽球是如何变身的。很简单，首先是兔妖怪，兔妖怪出来了。哇，朋友们，为了照顾一下没有看清的朋友们，我再用虎妖怪变一次身。虎妖怪来了，虎妖怪变身。呀，哇，帅气的虎妖怪出现了。那么剩下三个一起，三二一，呀，哦，小妖怪，野妖怪，哈哈，哦，这个是蛇。等等，这个是鸡吗？哦，那么应该会有某种关系吧。兔子、老虎、羊、蛇还有鸡。哦，现在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十二生肖吗？应该是跟十二生肖有某种联系的吧。那么剩下的七只去哪里了呢？凯文以后慢慢的再找吧。那么今天只有五只，凯文最先看中的是从外观上呢，呀，凯文最喜欢毒妖怪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怪兽卡片吧，卡片里会随机出现相对应的怪兽的技能。究竟第一个技能是呀，哦，老虎。第一个技能是虎妖怪的狂吼技能，还好这五个怪兽中的第一个呢，狂吼。好的，第二张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狂暴猩猩。狂暴猩猩目前凯文还没有见过，以后应该会见到吧，先留着。下一张，哟，哦，兔妖怪，兔妖怪的天降巨棒。呜，哦，兔妖怪，哒咚，哦，羊妖怪的技能也出现了。刚才看完不是说要在其中选一个吗？我们先看看哪个妖怪的技能卡片最多，我就要哪个，谁最多我就选谁。鸡妖怪，哦，每个人都一张了。哦，哦，最后一张，虎妖怪的高空飞翔。哦，等等，羊妖怪有三张技能卡。哦，刚在凯文说喜欢蛇妖怪以后，估计羊妖怪应该是不高兴了，一口气给我向我展示了三张技能呢。哦，来看看他们的技能吧，分身术、羊角攻击、羊毛缠绕，一共是三项技能哦。凯文在羊妖怪和蛇妖怪当中难以抉择呀，两个都想要啊。哦，那么选两个吧，那么选两个妖怪进入决赛。那么第一个是凯文一开始相中的蛇妖怪，蛇妖怪，然后第二个，不管了，羊妖怪，羊妖怪和蛇妖怪，你们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选你们进入决赛了，恭喜哦！哈哈哈哈，快登上怪兽战车吧！先把它们变成球，一下子就可以装进战车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剩下的先放在一边。那么现在就用羊妖怪。还有蛇妖怪的技能，一起来比试一下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是怪兽战车的弹射方法，告诉大家的话呢，就是把怪兽卡片摆好，这样，一二三，呀，哇，就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弹射的。看羊妖怪的分身术，哦，是不是有好多羊啊？成千上万只羊同时进攻一种技能，哦，感觉很帅气啊。我已经喜欢上了。接下来这次是眼镜王蛇战车的弹射，一二三，呀，哇，好远啊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要让朋友们看到才行。哦，
眼镜蟒蛇弹射以后换了个姿势，还蛮帅的嘛。哇哦，我喜欢哦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呀，哇！蛇妖怪咻的一下就飞出去了，我们来看看蛇妖怪的技能吧。呜，光听到都很吓人的，危险毒鸦，应该是用毒鸦来进攻的。啊，危险啊！啊，现在真不知道羊妖怪跟蛇妖怪应该选哪一个呢？朋友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帮我选一下吧，羊妖怪，还有蛇妖怪。呀！蛇妖怪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，外形也很帅气，还他的技能危险毒鸦，我特别的满意哦。那么多怪兽球就是蛇妖怪啦，再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凯文的蛇妖怪吧。以后每次凯文跟新的怪兽战斗时，蛇妖怪都会陪在凯文身边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呀，太棒了。那么凯文以后也会带着这个蛇妖怪跟不同的怪兽进行战斗的，你会陪在凯文身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梦梦记一下哦，毒鸦。今天给我们玩了一下怪兽卡片了，怎么样，有趣吗？蛇妖怪，你是我的了。下次凯文会带来更多的怪兽和大家见面的，朋友们再见，蛇妖怪再见。